真的是很希望，就是在这个在如果要相关的一些项目，也许女性就是要能够更大的来发挥她的一个能见度也好，或者是说她的一个力量也好。所以我这次邀请大概12位的一些嘉宾，他们之间有抽象的，有所谓的人像的，那我就希望他们借这个时候呢，可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哈，把当代的意涵表达得更清楚。把这个展览跟所谓的宜兰的情感跟这个所谓的当代的一个比较特殊性、哦、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是说我对这个展览的想象，或者说策略性的一个营造。是撰写这个策展专文的时候，我特别用了一个标题叫做冬雨模糊天际线，以当代艺术的观点策划女性艺术家展览、哦、在上个世纪中这种二元论的框架，在我们这个世纪用所谓的后性别的状态去松动这个二元论的框架，所以是模糊那个边际线。我们尝试用问卷的方式，然后透过艺术家个人的认知跟感知，然后去压低所谓的对于女性生理女的这种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跟认知，然后把所有的重心，这个展览的重心回到艺术创作的本身，回到跟所谓的地方特色的本身。瞬间的缩写来达到那个区域性的感受，然后我在那个图像的部分也搭配这样光影的变化，来产生更多的想象。蔡敏云，他本身是90后哈，宜兰这边90后出生长大的艺术家。那他这一次的几件作品，我在他的作品里面，我看得到是他这个世代这种包括对于所谓的高速公路，包括对于建筑跟聚落跟稻田之间某种边界性的疏离感。我觉得我在他的作品，我看得到这种所谓的城乡发展的一种进程的一种记忆，然后透过它的水墨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古典的材料，可是对于现在当下它这个时代所
所见证的一个宜兰的转变的过程。郭慧婵，那郭慧婵她其实也是一个宜兰苏澳，就是苏澳我们这边在这边成长然后求学这样的一个艺术家。这一次我选她的作品是近几年她在宜兰创作的作品，就是她在宜兰的苏澳她的故乡，包括特定颜色的瓷砖、特定颜色的铁门，跟他自己家族的事业，就是鱼罐工厂，以为背景，然后他自己怎么样把自己拟像，就有点像是叫做保护色的方式，把自己 merge 结合到这个影像的状态，让我觉得这样的操作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这次展览的一个需求，一个需求，包括地方性跟当代性这件事情。李雅文，那雅文他本身是台北人，可是他现在居住在三星，三星从事陶艺创作。他这三件作品都是以女性的身体当作是一个主体，然后在主体的上面就会去有很多，比如说像小叶子啊、小零件啊、小东西布满的这种那种女性躯体的身边那种你说暂留或者是长出来，或者是就是一种某种记忆的或是灰尘的或者细琐的碎片的积累那种感觉。包括雅文他自身在比如说他在创作之间长出的一种思绪，或者说创作之中所离出的一些积累等等，在他作品这样间接的在高温的烧之下呈现在我们这次展览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这一次也有邀请到李斐文，李斐文艺术家，那斐文自己本身也是台北人，可他现在居住在东山。那斐文这一次推出来的作品是他2014年的一个系列的作品。艺术家对于人物只是作为一个绘画的依附对象，其实并没有特定的指涉是任何的人或是任何的身份或是任何 的主题，他就是说透过人物的这个轮廓跟这种肖像画式的或者是半具象的这种绘画方式去间接的把艺术家对于他有感兴趣的人物的视角用颜色或是用毛刷给展现出来。因为他毕竟在宜兰也是居住了一阵子，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也可以去慢慢的关注说他在宜兰这样的居住的过程里面，你把这一段时间结合起来可以观察他的 patterns， 就是转换的过程。简易如他本身是台北人，那现在居住在苏澳。他这一次展出的作品叫做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婚礼，那基本上这个创作的主题来源就是她跟她老公，然后就是说她老公本身是一个藏族人，在台湾长大的藏族人，可是她老公的爸爸妈妈都在尼泊尔，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来的，所以是她那时候跟她老公要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飞到尼泊尔，走路走七天，才到她老公的老家阿迪亚结婚。对于婚姻或是对于生活的样态样貌，这个基本上是不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把他这种婚姻的记录，包括影像啊，包括记忆啊，包括那个空间的状态，在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里面用装置的方式来做展出。他选择以他跟他老公这种跨国的婚姻来作为创作主题，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当代艺术，尤其是这种包括多元国籍身份，这种不同背景怎么去做一个所谓的驳杂跟流动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对等的一种交流，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林思怡，他也是宜兰人，他住在罗东啊，罗东，那他的工作室也是在罗东。那他这次作品有大概两个系列，一个系列就是 FRP 这种比较大型的雕塑系。那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拍过手机的全景拍摄，全景拍摄有时候拍失败的时候是会把那种某种影像的重叠性会做一种交合吧，在影像这样，他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他把这种影像的失败感把它转化成作品的本身。然后他有另外一个系列，这个是他这次比较新的系列。那因为我们宜兰天到底下雨，那个水渍或水痕就在工作室的那个水泥墙，就是留下那个物质的样子。他就做了三个水泥的那个块面，然后就把那个渗水那个样貌画在他的这个水泥的墙上，就变成这种抽象化的形式，去在水泥上面再再现这个渗水的过程。艺术家他本身是宜兰人，那他现在工作室也是在宜兰，而且他作品，大部
部分都是以陶瓷，那主题都是跟动物有关系，包括是鸟啊，或是某种神兽嘛，要这样讲，某种那种童话性的那种，像是鹿啦，或者是像是那种，不同于我们现世样貌的这种动物的形式出现。那因为他的作品其实的尺寸还蛮大的，所以在陶瓷雕塑这个领域里面，它算是一个相对性尝试去克服陶瓷这个限制的一位艺术家。然后再者是说，他这种作品虽然说是以动物为做出发点，可是在因为他用那种土跟釉的那种非常柔和的性那种柔和的那种肌理，却又把自然跟神话在他的陶瓷里面做一种很柔和的展现。